判员张月秋，记录裁判员江杰琴、蒋宇格，运动员英国选手马克·威廉姆斯，泰国选手帕萨空。现在比赛开始。马克·威廉姆斯你好，帕萨空你好，请双方选手争夺开球选择权。听我口令，预备，三、二、一，开始。帕萨空获得开球选择权。今天我们的球王争霸继续把目光转向国外选手。这场比赛我们迎来了金左手马克·威廉姆斯，这也是他第一次在中式台球赛场公开亮相。在赛场上的他总保持着一种不可思议的冷静，不知道这次他会为我们带来怎样的惊艳球技呢？作为他的对手泰国的选手帕萨空，面对金左手时又会有怎样的发挥呢？我们一起来看。欢迎收看乔氏杯2023中式台球大师赛超级分站赛浙江嘉兴站的 TV 台现场直播。大家好，我是张群勇。本场比赛的两位球员，画面左边来自于英国的球员马克·威廉姆斯，画面右边来自于泰国的球员帕萨空。比赛限时140分钟，抢13局，依旧是国际组的小组循环比赛。同时还有我们国内组的胜部的第三轮同步进行。比赛开始，第一局帕萨空开球。好，首先第一局来自于泰国的球员帕萨空开球。没有扎进，好，那再来看一下马克·威廉姆斯，